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幸福敲门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，不是林夕，你来相亲。高级西餐厅里，我的相亲对象还没来，坐在我对面的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兼我的闺蜜木子。她讶异的看着我，跟谁相啊？奶奶固有的孙子。我耸肩，晃了下威士忌杯中的冰块，语带坦然。 老人家临终前特地嘱咐我说：“和不合适的，务必见上一面。”木子点点头，犹豫了几秒钟后，还是没忍住，压低了声音问我：“那傅迟燕呢？你那么喜欢他，四年的感情呢，真舍得这么轻飘飘的分了？”“轻飘飘”这个词儿用的不错，但不精准。我仰头喝了口酒，淡淡一笑：“分手费四千万呢。” 不算轻，他也就这点良心了。木子愤愤不平的哼了一声，但紧接着又想起了什么似的，神情怪异的摸了摸鼻尖。林夕，抱歉呐、啊，你在富迟宴内的行李我没拿回来。我微微愣住，什么叫没拿回来？被分手后，我紧接着就回了乡下处理奶奶的丧事，昨天才刚回市。 收拾物品的事就只能拜托给木子，毕竟分手费都拿了，我得识相点，赶紧腾地方啊！木子捂了捂心口，语气里还带着后怕，太吓人了！我昨去给你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傅迟燕居然没去公司，在家呢，就坐在沙发上，一句话不说的盯着我，盯得我浑身发毛。好不容易收拾完了，我刚要拉着箱子走。 他突然来了一句：“手挺好看的，剁了吧！”差点没把我吓哭了。话的确是傅迟燕能说出来的话，但这事儿却不是他能办出来的事儿。分手时我们那么愉快体面，清算的很明白呀、啊。好端端的扣我行李做什么？木子看着我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我看着他不像是想跟你分的架势。”我摇摇头：“那不能够。” 圈子里谁都知道我跟傅迟燕的那点事儿。当年傅迟燕的白月光唐青青为了追逐梦想，不仅拒绝了他的追求，还不辞而别奔赴海外。傅迟燕为此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一直默默的陪在他身边，守着他。其实我并没想奢求什么的，可就在四年前圣诞节的那天早上。 我照例给宿醉清醒过来的傅迟晏递上一杯蜂蜜水时，他突然看着我，开口道：“你喜欢我？”我慌不择路，当即红了脸，摇头解释：“我我没想过跟着我吧。”四个字，四年。我替代了唐青青，死心塌地跟了傅迟晏四年。而这四年里，他的身边除了我，也再没有过其他人。 圈里人都评价我是史上最成功替补，我也这么认为，以为我们会有一起的未来。可偏偏就在我们四周年纪念日的这天，唐青青回来了，仅用了一句“阿燕，我想你了”，就把傅迟燕拽去了机场，留下我独自站在布置了求婚气球的别墅里，痴痴等到半夜，最后等来了傅迟燕的四千万分手补偿费。 白月光失而复得，他巴不得我赶紧滚，怎么可能不想分？我耸了耸肩，故作轻松。我现在呀、啊，只希望四九城这么大，这辈子都别再跟他相遇。木子扁唇赞同地点了点头：“是呀，你俩的关系圈里基本上都知道，再见面可太尴尬了。”我的眸子眯了起来，视线越过木子的肩膀。 看向了餐厅门口正走进来的傅迟晏，看着他微微一愣后抬脚向我走来的动作，我不禁叹了口气：“木子，你这嘴真是开了光了。”我选择在木子老公这家店相亲，主要有三个理由：一，离我开的火锅总店很近；二，离相亲那位男士住的地方很近；三，木子夫妇是白手起家。 并不属于傅迟燕那圈的人，所以我想着在这儿见到其他熟人的概率应该不大的。嗯，这谁能想到呢？木子尴尬的笑笑，声音都没底气了。说话间，傅迟燕已经来到桌前，也没说话，只是冲着木子挑了下眉。木子就像被捏住了后脖子似的，麻溜抛弃了我。看来去帮我收行李的事儿。 是真把他吓着了，我挑了挑眉，倒了杯威士忌，冲在我对面坐下的傅迟燕淡然一笑：“傅少，赏个脸。”从分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天，再次见到这个人，我居然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傅迟燕没有动，墨色的眸子死死盯着我。明明皮相这么出众的一张脸，不说话的时候，压迫感却扑面而来。 我默默捏紧了玻璃杯，笑意不减。僵持半分钟后，傅迟燕笑了，挑了挑眉，拿起了那杯酒，拿在手里却不喝，眸光中带着探究：“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昨天，我笑笑，毕竟还有店面要顾，比不得傅少家大业大，耗不起。傅迟燕点头，神情微松，来找木子。我一怔。 还没开口，就见一个穿着白色休闲衬衫、蓝色牛仔裤的绝世清冷大帅哥站在了桌前，诧异的看了看我和傅迟燕，墨色的眸子里闪过迟疑，声音低沉磁性：“林夕。”我应道：“是我。”你是宁成宇。宁成宇点了点头，而后看向傅迟燕：“我是来早了吗？你还安排了别的相亲对象？” 这话刚问出口，傅迟燕那边紧接着脸就沉了。你来相亲？嗯，来相亲。我面上微微一笑，那我就不送傅少了。傅迟燕瞥向我，眉心拧得更紧，却并没起身，而是将视线移到了宁成宇身上，眸色深沉。傅少，我沉了语调，又下了一遍逐客令。他这样打量我的客人，真挺没礼貌的。 这么急干嘛？傅迟燕挑眉盯着我，眸中氤氲着我看不懂的暗色，突然扯了扯唇角，轻嗤一声：“好歹一张床上睡了四年，你这下家，我帮你把把关，如何？”羞辱感沿着脊柱攀爬，我攥紧了拳头。这个人到底还要怎么伤我才够？不劳傅少费心了，我扬唇笑了笑，抬眸看向傅迟燕。 内心冰凉，奶奶帮我挑的人选，她老人家的眼光不会错的。傅迟燕墨色的眸子随即眯了眯，紧盯着我，眼神带着探究，却始终没说话。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将僵滞的局面撕开了个口子。傅迟燕皱眉，掏出手机，表情紧接着柔和下来。“阿燕，你还没到吗？” 娇柔的声音透过听筒，连我也听得清楚。唐青青，傅迟燕的视线从我脸上扫过，眸色微深。到了，在楼下。嗯，遇见了个朋友，寒暄两句，已经聊完了，这就上去。朋友，寒暄两句。我笑了笑，美甲戳痛了掌心，一直痛到了心脏。傅迟燕挂断了电话，淡然的站起身来。 理了理袖口，二位继续，不打扰了。我看着他迈步上二楼的背影，心里闷闷的疼，咬唇出神间，宁成宇却淡然在我对面落座，精致的眉眼微弯，冲我笑了下。所以林小姐到我的号了吗？情绪瞬间被拽回，我眨了眨眼睛，将眼泪消化，有些意外，宁先生居然还想继续。 宁成宇薄唇微撇，神态极度自然。为什么会不想继续？首先，我有判断力，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情况。我不觉得林小姐有什么错。其次，我三观正常，不是那些会介意女方有没有过前任的前朝余孽。最后，除去相亲，我还有别的事要找林小姐负下责。我一瞬间有点没反应过来，自己听见了什么。 震惊的看向他，负负责。宁成宇的唇角抿了抿，突然道：“我有一只狗，它会撸串。我脑子都有点要烧干了。傻”啥啥？宁成宇拿出手机，放在了我面前。我疑惑低头，只看了一眼，顿时人就傻了。那是一段路灯视角的监控视频，时间正好是我跟傅迟彦分手的那天晚上。 四千万的支票就摆在地上，我抱着红酒瓶子，在火锅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哭成一条狗。旁边还蹲着一条真的狗，在偷吃我从店里打包的烤串。小狗，你有狗牌怎么还流浪啊？你也被人抛弃了是吧？呜、呃、呜、呃，我也是。这串都凉了，别吃了。这家店瞅见没？我开的，您还这个点儿熬？ 你来，咱俩难兄难妹，我请你天天吃好的。视频里喝到烂醉的我，揪着小狗的左耳朵，一个劲的胡咧咧。视频外，我捂着脸，甚至想挖个坑钻进去，把自己埋了。监控拍得明明白白，旺财第二天晚上真的去了，在火锅店门口等了一宿。但林小姐，你没来，我神情不由得一滞。 因为第二天我接到了奶奶病危的电话，回了乡下。宁成宇把手机屏幕锁了，抬头悠悠地看着我，思索再三，补了一句：“那天晚上之后，我才总彻底感受到了什么叫人心险恶。到现在还在家郁郁寡欢，把一只狗骗到自闭，这这罪过有点大了。”我请，我请，必须请，咱现在就去买烤串。 买最好的狗粮，我去给财总赔礼道歉。宁成宇撇了撇嘴唇，调出自己的微信名片二维码，摆在了我面前。显然，我在他这的诚信并不太高。我赶紧掏出手机，扫上了他的好友，看着他头像上那只憨态可掬的金毛，捂了捂脸。宁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负责。 宁成宇又撇了撇嘴唇，不置可否。走吧，我赶紧拿上包包跟上。只是刚迈出去一步，却陡然有种被人阴郁凝视着的冷意，脚步顿住。我福至心灵般抬起头，看向了二楼楼梯。傅迟燕正站在那里，眸光沉沉的看着我。他的身后站着几个对我面露鄙夷的公子哥儿，而他身边。 则站着一身高定连衣裙、气质清雅的唐青青，他们都在。我皱了皱眉，看向了把台里寂静如鸡的木子，木子脸色也变了，连忙冲我摇头，嘴型很大，我不知道啊。而唐青青看到我时，眼睛倒是亮了一下，就像完全不知道我跟傅迟燕好过四年似的，态度好的过分。林夕，你也在呀、啊。 好久不见，我勾唇点头。唐小姐，别来无恙。唐青青指了指身后的人群，神情愉悦又无奈。我刚回国，大家特地在这给我设了个欢迎宴，顺便一会儿去看看我新店的店铺。说着，又娇嗔的看向傅迟燕，嘴角洋溢甜蜜。阿、啊、燕他呀，真的是非要在这条街上给我开个火锅店。 我记得林夕你也是做火锅的吧？咱俩以后就是同行了，你也一起来帮我参谋参谋吧。他也回来做火锅。我猛地抬眉看向了傅迟宴，其实同行竞争很正常，若是别人，我并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可唐青青家里坐拥上百亿的珠宝帝国，开个鬼的火锅店？我家曾经也是京圈豪门之一。 但我父母走得早，走得也突然。我呢，那时候什么也不懂，家里资产什么的都被股东输败瓜分走了，只给我留了一个快倒闭了的火锅连锁店。傅迟燕明明亲眼见证了我当初是怎么咬紧了牙关，吃尽了苦头，才终于撑起了这个摊子的。我不信他不懂，唐青青在这条街开火锅店，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冲击。 而傅迟砚的视线扫过我和宁成宇，静默几秒后，淡淡道：“帮一下青青，对你没坏处。”呵呵，行，好一个没坏处。他唐青青丢掉不要的人，回头说想要回去，我就得还。现在平白无故想分我的市场份额，我还得陪着笑脸去帮他参谋。他哪来的脸？林夕，你来吗？ 唐青青端着纯良的无辜，再次发出了邀请。我偏头冷笑一声，刚要开口，他有事儿不方便。一直安静站在旁边的宁成宇突然出了声，让人出乎意料。所有人皆讶异的看向了他，他却神色未变，精致的眉眼微弯，冲傅迟燕笑了下。他要去我家，说着伸手过来，自然而然的接过我的包。 负心老板娘，走吗？负心老板娘这个词用的就很微妙。我对宁成宇投去感激的眼神，笑道：“走吧。”刚认识就跟人回家，林夕，你要脸吗？傅迟燕的话几乎是紧接着响起，在场所有人被他说的一愣。我皱起眉，心中蹿起怒火，搂着现任管前任，你要脸吗？ 管好他未婚妻开火锅店得了，管我去哪干什么？纠正傅少一下。意料之外的，已经走到门口的宁成宇回过头，笑着看向傅迟燕，眉间微挑。我跟林夕可不是刚认识，所以傅少不必担心。傅迟燕的神情骤然僵住了。我眨了眨眼睛，转头跟上了宁成宇。嗯，那话虽然怪。 但他这么说也真没毛病，反正旺财总真的被我伤得不轻。小小年纪的狗趴在阳台上，愣是趴出了一把年纪的感觉。财总，财总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给你买了豪华狗粮，你老吃一口吧。我单膝跪在地板上，拿着装狗粮的盆，诚心对着旺财忏悔。宁成宇就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的看。 我总觉得他在嘲笑我，但偏头看他的时候，他又没有在笑。等到旺财总终于愿意让我抱、跟我玩的时候，外面的天都已经黑了。厨房飘来食物的香气，勾得我肚子都咕噜噜的叫。宁成宇站在餐桌旁，对我歪了下头：“来吃饭吧。”我嘿嘿一笑，刚要站起来，兜里的手机却陡然炸响。 吓得我差点把怀里的财总都给摔了，抱狗的姿势不变，我没顾上看来电号码，直接划了接听。喂，你的行李还在我这，现在来拿。我微微一愣，甚至还看了下手机屏幕来确认。傅迟燕，大晚上的让我去取行李，太晚了，明天我叫人去取吧。电话那头骤然停滞。 隐约传来几声压抑的换气，而后便是傅迟燕冷凝的声音：“必须现在。”我莫名其妙，深深吸了口气。那傅少扔了吧。之所以执着的要拿行李，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奶奶陪着我挑选的。但如果说要因为这个跟傅迟燕再有什么牵扯的话，我倒宁可不要了。人嘛，死了一切成空。奶奶活时，我竟够了孝道。 问心无愧，死后这些纪念的物件能留就留，留不住就留不住吧。将旺财放下，我从地毯上站起来，本想直接挂断电话，膝盖却骤然传来酥麻的刺痛，嘶，疼！我忍不住呻吟了一声。宁成宇过来扶住我的胳膊，早让你换个姿势，你看膝盖都红了。我无奈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久。 咣当！电话里和房门外同时传来砸门的声响。震惊和呆愣中，我听见了傅迟燕咬着牙的急喊：“林夕，你他妈是自己出来，还是我把门劈了抓你出来？”我正愣的瞪大了眼睛，傅迟燕居然在门口。电话里，傅迟燕的声音依旧很冷。三、二，拳头收紧，我深吸一口气。 压住心头的火气，我出去。傅迟燕这个神经病，真的干得出劈门这种事儿。但开门的不是我，是宁成宇。他将我护在身后，神情温和的与门外的傅迟燕对视。傅少有事。傅迟燕表情阴郁至极，却没理宁成宇，蕴藏着怒气的眸子紧盯着我。有时间在他这待五个小时，没时间来收自己的东西。 我无语凝噎，傅少是没明天了吗？真就差这么一宿？青青今晚要住我那？傅迟燕却没生气，盯着我，淡淡开口：“我怕他看到你的东西不舒服，再者也怕你事后赖上我，说我扣你东西，纠缠不清。你自己亲自拿走，一劳永逸。”美甲掐痛掌心，心上的伤口被无声撕裂。 汩汩流血，我无意识地攥紧门把手，扯唇冷笑：“行，我现在去拿走。”这是第一次，我坐上傅迟晏的车，却不想对他说一句话。脑袋枕着后车座的座椅，闭目养神，看上他了。出乎意料，傅迟晏居然主动开了口。我皱眉睁开眼，在后视镜里对上他幽幽的眸，停顿三秒。 我点了点头，嗯，挺不错的，啊，不错。我看这十多天你过得的确挺不错的。本来还以为你会，我抬眉，会什么？没什么。傅迟燕笑了笑，视线挪回路面，不再说话了。所有的物品，木子都帮我收拾了，两个大行李箱就放在客厅的餐桌边。傅迟燕在桌前坐下。 拿起杯子，淡然喝了口水，看着我没说话，我也没打算废话。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多待一分钟，我都心痛。伸手拉住箱子的拉杆，我转身欲走，手腕却被猛地拉住。傅迟彦的手指不停地收紧，紧得我很痛。我疼得眉心紧皱，脸都白了不少。之前不是爱我爱的要命，傅迟彦抬起头。 望进我的眼里，伸手扯了扯领带，顺便也终于扯碎了他虚假的平和。才十几天就放下我了，就能云淡风轻跟别人重新再来，你自己信吗？怒火裹挟着羞辱，沿着脊柱盘旋而上。傅迟燕这样戏谑的谈论着我对他放不下的执念，远比分手那天拿分手费都还让我难堪。就因为我爱他。 所以就要被这么羞辱吗？我猛地挣开他的手，眼底一片冰凉的破碎。我放没放下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我做到了一个合格前任应该做的，绝不纠缠。倒是傅少，你今儿这是哪出？头回听说傅少你包养情人还管售后呢？该不会是临了了，突然发现有点舍不得我吧？傅迟燕却依旧盯着我。 眉宇之间染着一丝陌生的情绪，沉默三秒后，突然开了口：“如果我说是呢？”脊柱僵住，我一时间甚至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出现了错觉。傅迟燕刚刚说话了是吧？他说的什么？傅迟燕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双臂撑在我的两侧，将我禁锢在了他和餐桌之间，墨色的眸锁住我，嗓音低哑：“林夕。” 如果这是你的什么手段，那恭喜你，你赢了。回来吧，继续跟我。说完，他的薄唇轻轻印上我的脖颈，声音磁性：“这些天不想我吗？”我倒是有点想你。薄唇带着暧昧的暗示，傅迟燕搂紧了我的腰，高大的身形将我完全笼罩。爱不爱的我甚至都顾不上想，我只想知道傅迟晏说这话的时候。 唐青青那么大一个活人，还在那戳着吗？信息量严重超标，我震惊到甚至做不出任何反应。不，不是，那唐青青咋办？傅迟燕眯了眯眼睛，语气笃定：“我会找房子安置你，他不会知道。”啪！一个响亮的耳光紧接着甩到了傅迟燕的脸上。我的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。 你哪来的脸？觉得我会愿意做你的小三情妇？他到底把我当个人看了吗？我以前到底是要多爱他，才会给他这种自信？林夕，傅迟晏却没再动，盯着我，声音里带着冷笑：“玩手段得有个度，我哄你就这么一回机会。今天你出了这个门，就别再想回来了。”手指攥紧行李箱。 我回头盯着脸色阴沉的傅迟燕，冷嗤一声：“搂着你的唐青青，好好过去吧。这辈子咱俩再见，只能是在火葬场。”这天之后，我没再碰见过傅迟燕。但唐青青的火锅店“宴青锅”到底是盛大开幕了，选址选的也很微妙，就跟我隔了一条街。新店开业，三折酬宾，整整一个月。 烧钱赚吆喝，整条街上的火锅店被他卷的都快活不下去了。我倒是还好，毕竟手里还攥着四千万，砸着钱奉陪，损失不太大。但就算这样，也还是被他抢走了三成客源。哎呦，没脾气啊！人家家大业大，天天烧钱玩，能咋的？我手里的这点钱也不知道能撑多久。 蹲在店门口的马路牙子上，我撸了一把旺财的狗头，看着他滴溜圆的眼睛，啧了一声，轻轻拉起他的耳朵，指了指手里的流水报表，来，财总，你给我分析分析，你说除了价格和味道之外，还有啥路子能旺财呢？旺旺财突然打了鸡血似的，冲着路尽头叫了两声。 我茫然抬头，就看到一身休闲装的宁成宇正迈步走来。无意识的，我哭丧着扬起了脸。宁医生今下班挺早啊。相亲之后，我跟宁成宇因为财总的事逐渐熟了不少。他这医生工作没个定点，干脆就把财总托管给了我。宠物不方便进火锅店，我就在门口支了个小伞，让他蹲路边当门神。 今天手术不多，宁成宇笑着从兜里掏了根棒棒糖给我，吃点甜的，心情好。我摇头，伸手捂住财总的耳朵，抬头小小声道：“不吃了，刚撸过财总，手不干净。”宁成宇眉尾微,微挑，垂头把棒棒糖的包装纸撕开，递到我嘴边，张嘴。我猛地一怔，神态莫名有点不自然。 刚要伸手自己接过手里的狗绳，却猛地一拽，我被拽得猝不及防，向前扑倒。幸亏宁成宇反应快，急忙蹲下拦我，我这才没有脸着地，但却正正好好扑了他个满怀。砰砰，我的右耳紧贴着宁成宇的胸膛，他的心跳就在我耳边，清晰有力，只把我的脸烫得通红。 我赶紧从他怀里退出来，手足无措，干干的打哈哈。哎呦喂，宁医生，你心跳可真快！哈哈哈,哈。嗯，宁成宇跟着我一起站起来，棒棒糖又递到了我唇边，神情温柔专注。因为我在心动，我的眼睛微微瞪大了。这、这,这、这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汪汪汪！财总的叫声及时拯救了我。 歪头一看，他正冲着刚从我店里出来的顾客呲牙，拦住了对方的去路。哎呦<哟>！我赶紧跑过去，拽住他的绳。财总，财总，人家付钱了，付钱了的，能走，不用拦。财总喉咙里发出呜噜的声音，停了几秒后，这才把路让开了。我赶紧向顾客道了歉，好生把人家送走。 一个抬眸，却刚好瞥见唐青青从对面的街口走过，神色憔悴，眼睛红肿，像是刚刚哭过。也是奇了怪了，爱情事业双丰收的人生大赢家，居然还能哭出来。不过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蹲下来，搂住财总的狗头，松了口气，在他耳边悄悄道：“谢谢你啊，财总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。” 怎么回应宁成宇？我没想到的是，当天晚上，我宁成宇还有财总火上了热搜。因为白天的时候，刚好有个拍短视频的千万粉大 V 博主，在我那直播探店，看我蹲在路边，让财总给我看报表，觉得有意思，就将镜头对准了我们，然后把我和宁成宇的暧昧拉扯，以及财总的追人讨债。 直播了个清清楚楚，神狗看店，狗总，请看业绩表。神颜 CP 在线纯爱，纯爱拉扯，医生和老板娘太好磕了，好几个词条接连冲榜。电话打进来时是凌晨两点多，我正闷头在被窝里睡着大觉，迷迷瞪瞪的接了起来。哪位？电话那头却是沉默。我等了几秒，皱起了眉头。 声音越发的闷，喂，说话哪位？不说话我挂了呀。林夕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真的跟他在一起？你想死吗？傅迟燕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。下一秒，我挂了电话，翻过身继续睡了。陷入沉睡前，嘟囔了一句：“这梦做的真恶。”这条视频的爆火热度，实在超乎了我的想象。 网友纷纷慕名而来，我的火锅店一下就成了网红打卡点，店门口天天排着长龙，大家都在等着看财总上班，看宁成宇接我下班，狠狠磕 CP。几天下来，我被唐青青抢走的三成客源，因为宁成宇和旺财几乎是以十倍返还了回来，所以这天临关店的时候，唐青青来了。 进门将怀里的鲜花递给我，笑得和善：“恭喜呀、啊，林夕。”我让旁边的服务员接了花，抬头笑笑，直奔主题：“唐小姐来是有什么事吗？这都下班了，我想让她走人，不想请她坐。”唐青青嘴角的笑意落了下去，终于不再伪装纯良，神情傲慢又冷漠的盯着我：“林夕，开个价吧。”我愣了愣。 你要买我的店？不止。唐青青目光沉沉的看着我，还有你在 A 彻底消失。我对着服务员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下班，而后轻笑道：“唐小姐，这是哪儿的话？四九成这么大，只要二位别来找我，我觉得咱能一辈子都遇不上。唐清清”唐青青冷嗤一声，眸子里映着高傲与不屑：“林夕，你别以为傍上宁成宇。” 你和你的破店就能冲进豪门圈了？宁家什么背景，你不知道吗？就算宁成宇有个哥哥顶着，不用继承家业，他家也不会接受你一个开火锅店的小门小户吧？所以，劝你一句，别太不识抬举。趁着现在你的店还能卖钱，我还没想彻底搞死你的时候，赶紧拿上钱给我滚蛋。虽然话很难听。 但不得不说，唐青青思路还挺清晰的，挺出乎意料的。其实我的火锅店吧，赚的真心不算少，完全不缺钱。但放在富豪云集的京圈里，那就完全不够看了。可我真的不太理解，我跟傅迟彦在一起时，你俩甚至都没好过，你自己选择了不要的。你回来之后，我二话没说，直接就走了人。 没争没抢没得罪，你为什么非要这么针对我？我的问题问完，唐青青脸上闪过一丝恼怒，随后冷嗤一声：“傅迟燕当局者迷，但我还没瞎。很明显，他心里有你。我不提早下手，难道还等着你满血回来取代我吗？”唐青青恼怒的说着，神态纵然依旧高傲。 但眼眶却无意识地涌上了委屈的眼泪。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他一直都没碰过我，时不时地盯着手机发呆。前几天我主动去吻他，他居然下意识地跟我说：“林夕，别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抢？就算我自己说不要了，你又凭什么捡？也不知道宁成宇哪儿瞎了，居然会蠢到接盘你这么脏的破鞋。” 因为怎么都没你的嘴脏，宁成宇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跟唐青青都是一愣，呆呆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，将我护在了身后。按唐小姐的意思，只要跟错过一个男人就是破鞋，最好直接死了算了，不用活了是吧？没想到唐小姐衣着挺新潮，思想倒是挺复古。 大清朝亡了之后，我已经很久没听见这么刁民的思想了。角度问题，我看不到宁成宇的表情，但能很清楚的看到唐青青脸都白了，正惊叹着这番话的威力呢。宁成宇突然侧过了身，看着我，柔和一笑：“你放心，我家人的嘴没这么脏的。我们看人是看人品和眼缘的。”顿了顿。 他对着门口的财总抬了抬下巴：“我们家狗也是，听着像骂人呢。”关了店已经是深夜，小区里安安静静的，落叶无声。我跟宁成宇并排走着，六财总的同时也在往家里走。不好意思啊，宁医生，要一直麻烦你借财总给我。没事。宁成宇看着财总，不禁发笑：“孩子大了。” 也该打工养家了，我也跟着笑笑，但笑容有点浅，犹豫了几秒，还是开了口。还有就是，网上关于咱俩的 CP，我也抱歉。宁成宇停下脚步，路灯照耀下，他的眼睛很亮，俯身往我这微微低头，居然是道歉吗？我以为会是答复来着。从那次相亲开始，到现在相处一个多月后的答复。 林夕女士，请问咱俩的 CP 可以成真吗？又来又来，虽然我很清楚现在的我还不至于就爱上宁成宇了，但这位仁兄作为奶奶牌精选，本身条件就足够优越，长这么帅的人这么聊，谁能扛得住？我瞬间紧张到抠起了脚趾，手足无措地指了指身后的楼门口：“我我到家了。” 晚安，宁医生。说完，转头窜进楼里，落荒而逃。一直到出了电梯，我的脸都还红着，伸手摸着发烫的脸颊，呼了口气，暗暗数落自己：“林夕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没见过帅哥，还是没谈过恋爱呀、啊？一个表白而已，紧张个鬼呀、啊？”拍了拍脸颊，我抬头迈步。 却冷不丁被我家门口站着的那人吓得浑身一抖，居然是一个多月没见的傅迟燕。看来这些天你过得挺开心啊！傅迟燕冷着脸，迈步朝我走来，皮鞋敲击在地板上，在寂静的夜里居然也很响。下意识的，我往后退了一步。没办法，这样的傅迟燕有点吓人。但我这一退，就跟激怒了傅迟燕似的。 他猛地大跨步上前，一把拽住了我的手腕。谁准你躲我的？身体猛地被抵到旁边的墙上，带着怒气的吻，粗暴地啃咬上我的唇，唇瓣撕磨，纠缠着酒气。我努力推搡着，慌不择路，放开我！一个响亮的耳光甩到了傅迟燕脸上，只把他的脑袋扇得偏过去。傅迟燕用舌尖顶了顶脸颊。 笑得吓人，但双臂却依旧钳制着我，断了我逃走的路。你真跟他好了？我皱起眉，张嘴，还没出声，傅迟燕却猛地掐紧了我的腰，俊帅的脸贴近我，几乎抵住我的鼻尖，神情阴翳。你敢说是，我就撕了你。后脑勺紧贴着墙面，我尽可能的远离傅迟燕，看着他，眼神发冷。你再不走，我真就喊人了。 说完，我伸手就要再去推他，却被他反手擒住了手腕，跟他分了。傅迟燕盯着我，黑眸幽幽：“你回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”随后，他的肩膀骤然一垮，像是对什么妥协了似的，声音都软了下来。我真的做不到，看你跟别人在一起，林夕，你真的赢了，彻底赢了。拿行李那天，我真的以为你走了就走了。 我根本不会在意，可这一多月来，我满脑子都是你，哪哪儿都不习惯。一想到你跟宁成宇在一起，我真的恨不得立刻把你绑回来。这几句话，但凡放在前四年的任何一天，我都能感动到爆哭。这样诚恳哀切的傅迟燕，但凡再早一个多月，他不用求，我都会捧出心去爱他。可是晚了，早就晚了呀。 我轻轻摇了摇头，趁机推开他，转身朝家里走。不好意思啊，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吗？这样，你回去再努力习惯习惯，慢慢就习惯没有我了。回去跟唐青青好好过吧，别琢磨这些没有用的了。指纹解了门锁，发出滴的声响。我轻轻拉开了房门，身后却传来急促的一声：“我跟他分手，行了吧？” 我眼睛都瞪大了，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什么叫行了吧？整的就跟我硬逼着他似的。我要是真有能硬逼他干点啥的能耐，之前至于被羞辱成那样？傅迟燕往我这里走了几步，却最终没有上前。可能是因为喝了酒，声音里破天荒的染上了茫然与妥协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。 我爱的一直都是青青，我觉得我应该是爱他的，可是不对，怎么都不对。脚步迈进门里，我的情绪非常平静，甚至已经听他说话听得有点烦了。傅迟燕不重要了，你到底爱谁跟我无关，我真的不在意了。反正你只要别爱我就行。那你告诉我，傅迟燕的音调起伏暴躁了起来，我要怎么做？ 你才能回来。手指攥紧门把手，我没有回头。那你报警吧。我没想到傅迟燕没报警，我报警了，因为我的店出事了。有十好几个顾客在店里吃完火锅后食物中毒进了医院。有人匿名举报说，我店里的食品安全存在很大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我当初替补上位倒追傅迟燕的事情。 被扭曲着事实扒了出来，那篇帖子洋洋洒洒，字里行间都在指责我，说我厚颜无耻，趁着唐青青出国进修，勾引了傅迟燕。一时间，可我和宁成宇 CP 的网友纷纷炸了，心都凉了。网上骂我的声音络绎不绝。不过，这么多坏消息中，居然也有个好消息，那就是我也食物中毒了。 毕竟我无家可归呀、啊，我的一日三餐也是用火锅店的食材解决的。网友们本来还想骂我无良的，一看这，顿时也不骂了。我现在相信，这食物中毒应该是个意外了。行吧，勉强相信你的火锅店，但对你的人品依然存疑。等等，本不死心的 CP 粉发出尖叫：林夕中毒。 是不是去了宁医生的医院？是，而且就这样巧，治我的就是宁成宇。穿着白大褂的宁成宇站在我的病床边，伸手给我调了调输液的流速，面无表情。他向来温润和煦，乍一严肃，我还真不太适应。窝在被子里小声道：“宁医生，我很严重吗？”“不严重。”宁成宇淡淡开口，“休息几天就好。” 那为什么这么严肃啊？因为这件事就很严肃。宁成宇将病床记录收好后，转身朝外走去，顺便嘱咐了一句：“这两天不准吃糖。”啊！话题转的太快，我茫然点头。好。啧啧，成宇发火，有人要玩喽！坐在我床边做笔录的帅气警察突然摇着头，啧啧有声，熟人的态度。 看得我一愣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帅警察撇了撇嘴唇，因为估计害你的那个人就算成了骨灰，这家伙都能挖出来审一遍。真是蠢呐、啊，惹谁不好？宁老二只是不用继承家业，又不是不接受宁家教育。宁家连狗都跟成精了似的，哪有什么好人啊？我突然就感觉输进身体的药液有点凉飕飕的。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宁成宇出了手，警察调查的速度非常之快，第三天就查到了偷换我火锅店食材的真正主谋，完全不意外，还真就是唐青青。因为傅迟燕醉酒找我求我复合却被拒绝的那晚，他回到家后一直在念着我的名字，要我回到他身边。唐青青听后恼羞成怒，便想出了这一招。 想把我彻底赶走，可现在伴随着警方的公开通报，他在圈里的名声也算是彻底臭了。同时，我跟傅迟燕在一起的来龙去脉也彻底被网友扒清楚了。不是感情，唐青青她就没答应傅迟燕的表白呀、啊？这算哪门子被抢男友啊？自己不要了的，被别人当成宝宠了四年，他居然转头还有脸回来要？妈耶！ 林夕真的失惨了、啊，费半天劲才追到的男朋友，转头说抢就被抢了。细数，这傅迟晏眼瞎了吗？天了噜！我就在婚庆公司上班，我证明唐青青回国那天，林夕布置了别墅，要跟傅迟晏求婚的。这条评论一出，当即引起了一片哗然，众人纷纷开始艾特傅迟晏，冷嘲热讽着提醒他。 你当初错过了一场多么用心的求婚，错过了一个多么爱你的人，就问傅迟燕，你后悔不？而更让人惊掉眼球的是，傅迟燕真的回复了，嗯，非常后悔，正在准备弥补、挽留、追回他。宁成宇看到这条热评的时候，我正坐在病床上啃苹果呢，冷不丁他偏头看向了我，看得我一愣，怎？ 怎么了？苹果也不让吃？宁成宇摇摇头，表情还是很阴，声音也闷闷的。让吃？哦，我将信将疑的应了一声，小小咬了一口。如果宁成宇突然又出了声，吓得我卡了一下，咳，伸手捏了捏嗓子。我真心一头雾水。如果啥？没什么。 宁成宇却摇了摇头，就是想着你要是真犯蠢回头了，我就放狗咬你。默默用中指推了一下隐形的眼镜，但我最终还是知道了宁成宇这话的意思，因为当天晚上傅迟彦出现在了我的病房里，身上带着酒气，却不见醉样子，反而像是困顿了很久，终于想通了什么似的，眼睛很亮。林夕，我都知道了。 我完全懵掉，啥？知道什么了？而就在我正愣住、还没做出反应的时候，傅迟燕从兜里掏出一个红丝绒的盒子，别打开！我下意识的脱口而出。傅迟燕的手指僵住了，抬眸看着我，嗓音粗粝阴哑：“为什么？我已经知道那天你是打算跟我求婚的了，林夕，我们本该结婚了的，你明明那么爱我。” 不是真的放弃我了，对吗？傅迟燕说着，眼神中带上了殷切的期待。林夕，分手的事情，我后悔了，是我错了。我已经跟唐青青分手了，再也不会摇摆不定了。你回到我身边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不好，我摇摇头，静静的将戒指盒从他手中拿过来，红丝绒触感柔软。 我不用打开都知道，里面一定是一颗很漂亮、很闪耀的钻戒，但我不想要了。于是，我轻轻的说道：“是，没错，我那天的确准备向你求婚的。可是，傅迟燕，你错过了。”傅迟燕的眼神变得黯淡，他摇了摇头，语气固执：“不，你爱我的，林夕，你明明爱了我那么多年，怎么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我？” 我们没有错过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，不是吗？四年前是你主动招惹的我，我给了咱们一个尝试的机会。那现在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挽回你的机会？四目相对，傅迟晏眼中的执拗与深情那么清晰，让我恍惚间有一种不可错认的笃定。这回他是真的不会放弃我了。我的眸子颤了颤。 刚要开口，眼角的余光却瞥见门外有一人一狗的影子闪过。好，我给你个机会。我笑了笑，点了头，然后在傅迟燕欣喜的注视下，我扬手将手中的钻戒盒子丢出了窗外。找回这枚钻戒，我就跟你重新开始。傅迟燕的眸子颤了颤，盯着我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好，出院这天。 宁成宇带着财总一起来的。我正站在病房的窗前，静静看着楼下在花园中摸索寻找的傅迟燕。经过几天的搜找，他找到了那个戒指盒，但里面的戒指却始终没找到。不知是丢了，还是被人捡走了。他要是找到了，你真打算跟他复合？宁成宇不知道何时站在了我身边，脸色阴恻恻的。 话语也发酸，左腿旁边蹲着雄赳赳、气昂昂的财总，好像下一秒我要是真敢说事，就要放狗咬我了。我忍不住笑了笑。当然了，宁成宇的脸骤然一黑。我冲他贼嘻嘻笑笑，伸手从兜里掏出一枚闪亮亮的钻戒。前提是他得真的找到。既然他不愿放弃，那我只能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了。 他也该体会一下我当初那种努力，马上要见到曙光，最后却是深深绝望的感受了。我的真心曾经亲自交到他手上，他接住了却没有珍惜，随手扔掉还要再踩几脚。那凭什么？只要他知道错了，我就要原谅？啧，宁成宇啧啧摇头，嘴角的笑意却是怎么都压不住。林小姐的心思挺狠呢、啊。 真适合进我们宁家的门。话说，现在林小姐能给我一个答复了吗？关于我们的相亲，要不要继续发展成更进一步的关系呢？我挑眉，歪了下头，却并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蹲下来撸了撸财总的头，笑道：“财总，你说嘞？”哇，好了，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